看过这个老子在电脑面前宣誓了很久。And I will prove to all the other men in chat that we don't need to look at boobs. We can look at people for who they are. Me, Greek God X, I will represent all men in the chat. And I will not look at a single boob. And I will not look at a single butt in this video. Let's go!这个老哥在视频面前宣誓了很久，说他不会看任何美女，不会看任何美女的胸腿什么什么的，然后一秒钟破功，很好笑对吧？但我觉得是有那么一丢丢的节目效果在里面了，所以我要做一个更加真实的挑战。我不用眼动油，我是真人到街上买东西，在买东西的过程中不会看任何美女的胸啊腿啊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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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其实就是穷。然后我要买什么呢？我要去超市买果冻，再去菜市场买一颗土豆，再去小吃街买一个手抓饼。选择了三个不同的地方，设计面就更广一点嘛。现在深圳的天气其实还是有点热的，还是有不少漂亮的女生穿的会特别凉快。但我不会盯着那些穿着凉快的女生看，穿着再凉快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是一个21岁的正直男青年。18岁之前，我连女孩子的手我都没有牵过。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，怎么可能？我和我初恋分手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想我亲他的脸，怎么可能居然想占我便宜，当场就分手了。所以像我这样的一个正直青年，我说不看，我就不看。我们走 ，go go go go， 我们现在就出发。我充满了斗志，好吗？我要成为男人的骄傲。我要证明男人不是一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反正我要证明自己，我要证明。不堪回首，慢慢慢慢没有感觉，慢慢慢慢我被忽略，你何人看我憔悴，没有一点点安慰。慢慢慢慢心变成铁，慢慢慢慢我被拒绝，你一个人远走高飞，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。